一五星旗假如没有插到国防部，我跟你讲，这仗他白打。请问我们的邱部长，你有没有目标说最少要打到什么，或者说我不管万一怎么样打到一兵一卒一定要打到赢为止？我的界定很简单，现在台湾防卫作战是个防卫作战，而且已经到国土防卫阶段，不要防卫作战阶段，你说打到你通通哪怕被歼灭了，你五星旗假如没有插到国防部，我跟你讲，这仗他白打。但我只要有一个人在，所以我们跟同仁讲，我们一旦作战了，只有王将没有降军，就这个用意，就是一兵一卒嘛，打多久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看他要打多久。好，请问你。